我是一名侦探小说爱好者。我是南大学生会的赵凡洲。他居然在擦手，我就想快要晕倒了。原来是法医系的，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您的实验室？法医实验室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。别的女孩都打伞，你呢？只会打伞。动漫社不欢迎。一天到晚就知道研究爱情，侦探思维才值得研究好吗？为什么我申请创办侦探社的邮件没有被回复？不符合规定。他不是跟着我吧？太可怕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保护你。那我给你画一个，我们一起在宿舍里躺尸。哎呦！十分钟恢复人样，三十个俯卧撑。周小姐姐，好说话啊，不然绝交。你看，大猪蹄子啊，萨亚斯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喝醉了，一直脱衣服。好了，我对你付出都是真心，你对我都是绝情。谁都说女孩打扮是为了男孩啊，当然是为了姐妹们了。我要去操场跟室友看流星。一起吧。你有情况。有花堪折直须折，到时候周小丫真被人追走了，有你哭的。周晓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你干嘛？牵手。那我的名分呢？你男朋友。我还在比赛呢。我听你的。周周，最想见的人来了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分手吧。好久不见了。